歡迎回來第39集只要有電影的第二節。我們繼續討論的電影就是鄭寶瑞導演的《智齒》。釐清了某些即關於風格這件事的一些的 concept 之後呢，我們就回到轉頭，也是這個戲的另一個爭議點，就是說即這個黑白，這個戲裡面那個黑白的呈現的手段或者方法呢，形式呢，是不是一種風格呢？又或者即這個黑白本身是代表了什麼東西呢？這樣樣咁again，我哋又係有啲觀念要澄清啦。就係、是、我哋理解咧，即係呢個戲最初佢唔係諗住係一部黑白片，佢係一個彩色片嚟嘅。事實上亦都出咗一個彩色嘅預告。但係為咗某啲嘅原因，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啦。有啲原因就係話呢個戲咧，即係太暴力啦。就亦都好似大陸咧係過唔到檢，所以佢到最後而家其實放棄咗大陸嘅市場啦。咁亦都係好似後來咧就即係導演本身即係覺得，突然間就覺得好似變咗做黑白咧，就更加符合佢嗰、那個即係想要表現嘅一啲嘢，同埋個效果咧好似更加佢覺得更加滿意添嘅。咁就所以咧就將佢由一個彩色片咧就變咗做一個黑白片。我是用變這個這個字眼的。好了，我們就再澄清一些理念，到底黑白片是什麼來呢？今天拍不拍到黑白片呢？今天為什麼要拍黑白片呢？黑白片的意義在哪裡呢？我們知道電影由開始即是它發明第一天就是黑白的，因為那時候沒有彩色菲林，一路去到很後期即是即係先至即係彩色菲林發明咗之後，先至慢慢即係變咗做彩色片啦。開始都係即係彩色片好貴啦，即係菲林好貴啦，同埋嗰個燈光啊嗰啲係完全唔同一個做法啦。要即係嗰個菲林個曝光啊等等啊，呢啲就令到即係嗰個成本加埋打燈咧，要好強烈嘅燈光啊等等。咁呢啲冚唪唥都開頭就彩色片就即係唔普及嘅。咁但係當然所有嘅發明都係㗎啦，佢開頭梗係會係貴啊，唔普及啊，慢慢即係個數量多咗，個市場需求大咗咧，就變成咗一種 norm 㗎啦，一種即係常態添啦。咁當彩色片變成一種常態嘅時候咧，黑白片咧就隨之而沒落啦。就所以黑白片咧開頭好平，拉尾咧反而變翻。當彩色片變到很便宜的時候，黑白片就變得很貴了。而且黑白片和彩色片在這個菲林時期呢，即是那個沖洗呢，那個沖印的階段呢，是完全兩種不同的藥水。所以呢，即是你要是就即是那個 lab 呢，當然你可以有初期很多 lab 都是又可以沖到黑白片，又可以沖到這個彩色片的。但是後來的量大到這樣呢，他們就真的開始那些機器啊，那些藥水啊，就開始即是棄置了，因為沒有用嘛。100套戲裡面呢，你才得一部黑白片，我可以不接你這個黑白片的生意，我都要接那99部嘛。再到99部的時候，那些機器都不夠用了，我再添加的時候，我自然就是添加一些沖印彩色片的機器和藥水啦。所以呢，去到慢慢呢，真的黑白片就真的是被淘汰，就變成一種 rarity 啦，即係好似一個勞斯萊斯咁樣樣。咁當然黑白片同彩色片咧，嗰、那個創作個過程裏邊咧，亦都係一個完全兩種唔同嘅思維。當我哋最初習慣黑白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好清楚知道，我哋睇嗰個世界同我哋現實嗰個世界咧係唔一樣，因為現實嘅世界係彩色嘅。但電影裏面嗰個世界咧，就真係變咗，真係因為咁樣咧，係有咗一種潛意識嘅一種唔同嘅一種觀念喺裏邊啦。即係嗰個係屬於一個電影嘅世界嚟嘅，而且亦都因為咧，嗰啲電影工作者只能夠透過黑白去呈現色彩，所以咧佢哋咧就要通過一種咁嘅 transformation， 通過一種咁嘅 imagination 係去拍攝佢哋嘅電影啦。即係換句話講，佢就咁拍變咗黑白，佢就發現原來有啲顏色，有啲彩色咧，有啲色彩加埋嘅時候咧，撞埋一齊咧，變咗黑白咧就黐埋嘅，因為嗰個色通咧太過接近啦。
而且咧有啲咧就嗰個灰暗咧就即係完全有啲係灰到變咗白啊，即係根本佢唔係白色嘅，但係個彩色出咗嚟咧變咗黑白嘅時候就變咗白。咁嘅時候咧，佢哋就變咗佢哋係咯，即係所有嘅 concept 佢哋都要有一個轉換咯。咁所以你可以 imagine 亦都係因為黑白嘅時候，即係嗰個曝光啊，即係嗰個打燈啊、曝光啊、色温啊，冚爛都唔一樣。咁所以古時候嘅人去拍黑白片咧，佢其實係諗緊，即係每一個顏色啊，即係喺個 set 裏邊嘅每一個顏色、人嘅膚色、人嘅著嘅所有嘅每一件衫，佢嘅 accessory 嗰種顏色咧，佢都要去將佢轉化為一種黑白片裏邊嘅唔同嘅 shading。佢要有一個咁嘅預估，佢要有一個咁嘅 imagination， 而且呢個預估同 imagination 咧係要相當準確嘅。如果唔係咧，佢出嚟嘅效果咧就會黐埋曬一齊，或者唔係佢想分到嘅嗰種嘅分明嘅程度，嗰、那個 level of grading of shading 係完全唔一樣啦。咁所以呢、这個咁嘅方法、咁嘅思維、咁嘅攝影嘅美學啦，嚟講咁嘅想法咧，去到彩色片，全部都係彩色片嘅時候咧，慢慢拍黑白片嘅人都冇啦，即係嗰啲攝影師啊、嗰啲美術設計啊，都因為係啦，呢個就係一個時代嘅淘汰啊嘛。咁你話今日喺彩色片嘅時代嘅時候，可唔可以拍翻一部黑白片呢？其實係冇可能嘅，幾乎唔係話完全冇可能，但係一個相當昂貴嘅一個做法啦。因為首先就係我哋已經冇黑白菲林，好啦，今日甚至冇即係大部分嘅電影都唔係用菲林拍啦，大部分嘅電影係 digital。 喺 digital 裏邊咧，其實係冇黑白，因為所有嘅 digital 咧都係彩色嘅。而所謂的黑白咧，只不過是將啲顏色咧係拎走，擰一擰佢就變成咗黑白啦。但係嗰個黑白咧，只不過是將啲顏色拎走，咁你就以為是一個黑白，是一個類黑白或者一個偽黑白。咁所以如果你話啊，我嗰個構思裏邊其實是想透過一個黑白係去呈現我嗰個世界觀，或者是我一啲嘅概念的話咧，咁你就要喺個操作嗰方面咧，係要進行一個配合啦。就係話嗰個美術嘅設計、嗰、那個攝影、那個色彩嘅運用咧，係完全係另一回事。咁今日就算你揾到一個黑白菲林，揾唔揾到人識拍黑白片咧，都係一個問題。我相信差不多 99.9% 啦，我唔好講到咁準啦。亦都唔會有一個美術設計咧，係夠膽話俾你聽，我可以同你拍一部黑白片。因為好簡單，因為喺佢嘅學習嘅經驗裏邊，喺佢嘅創作經驗裏邊，佢根本就冇一個，未必有一個咁嘅 knowledge 喺裏邊。咁所以我就覺得，而且今日嘅如果你拍一個黑白片嘅話咧，呢個真真正正係一個 artistic choice， 因為呢個就係你要呈現嘅嘢係一個好獨特嘅一樣嘢，係一種藝術嘅抉擇。但係至此係唔係咧？咁講啦，即係我哋俾一個 allowance 啦，可能係導演本身即係啊，佢突然之間產生嘅一種概念，或者佢試下扭一扭啊，好正喎，即係咁樣樣。咁嗰係一個偶然嘅一個思維啦。咁當然佢即係絕對有 choice 嘅，呢、這個亦都係即係今次導演即係實行咗佢一個都係一個creative choice 嚟嘅。咁佢就將佢變咗做黑白。但喺個過程裏邊咧，我會問啦，即係佢所謂覺得正當然呢個我哋唔能夠揣測嘅，唔公平嘅但係出嚟嘅效果係咪真係正咧？如果你話係咪 striking？ 我就唔會用 striking 呢個字眼，因為 striking 呢個字眼咧，其實佢係包含咗一啲嘅評論嘅價值喺裏邊嘅，甚至係一個正面嘅評論嘅價值。
即係話佢係有一種獨特而富有衝擊力，甚至係真係有一啲嘅 outstanding， 有一啲即係傑出一啲嘅、突出一啲嘅 quality， 我哋先叫做 striking 嘅。所以我覺得我作為一個觀眾，我去睇咧，我反而係一個好大嘅保留。保留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好多 detail 我睇唔到啊。因為真係喺黑白裏邊嗰個 detail 嘅分別咧，係個 shading 嘅分別啦。黑白唔係淨係得黑同白啊，黑與白之間其實係有好無窮盡嘅灰嘅程度，而且無窮盡嘅灰嘅程度同埋一啲白同埋一啲黑嗰個產生嘅撞擊或者嗰個配合咧，先至係重要啊。咁而你將一啲本身佢冇具備咗呢一種咁嘅 contrast 咁嘅配對嘅效果，你變咗佢做黑白咧，就變咗係好 messy 嘅有陣時。所以去到一啲大 wide shot 裏邊咧，我就覺得即係只係一種紛亂嘅感覺，或者一種一撇嘢嘅感覺。又或者去到甚至一啲特寫，譬如大特寫嘅一啲嘅爛咗嘅手啊。放在那個飯盒的塑膠飯盒裡面，即是發泡膠的飯盒裡面，加上它的腐爛，加上血跡，加上或者有些追蟲，即是這些效果呢，我覺得如果它是一個我想像裡面，即是如果它是一個彩色的話，它就真的 striking 了，真的是 shocking 了。因為甚至呢啲現象咧，呢啲咁嘅事象咧，其實係喺我哋現實生活裏邊咧，我哋見唔到噶，我哋接觸唔到噶。所以你俾我睇，砰一聲，哇，好得人驚，好核突嘅真係。但係而家咧唔核突噶，甚至而家咧佢冇咗一種質感啊。甚至有啲係即係因為變咗個黑白，佢自己本身喺個構想嘅時候，佢冇分到啊嘛，冇排除咗一啲嘅 shading。即係冇呢個考慮咧，所以咪變咗一撇啦，或者一撇變咗黐埋啦，有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黑白攝影我係有保留嘅，或者唔應該講黑白攝影，即係呢個咁黑白嘅效果咧，我係有保留嘅。甚至係咯，即係可能攝影師都同意嘅，但我覺得呢個肯定唔係攝影師最初嗰個想像之中，即係嗰個效果啦。或者是想達到的那個情緒的效果。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again 也都不是一種的所謂的美學。至於個暴力 是不是更加暴力，還是 less 暴力呢？這個 again 我就覺得，如果你要想要呈現那個暴力，咁你又突然之間變咗做黑白，變咗佢 less violence 咧，咁我覺得好奇怪咯。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再講咧，即係呢個暴力嘅美學啦。即係我首先覺得暴力就係暴力。咁你話係暴力美學，當然有呢個名詞嘅。而呢個名詞我理解中嘅產生咧，亦都係最先咧，我接觸到呢個產生咧，就係美國電影啦。美國電影裏邊70年代嘅 Arthur Penn。阿瑟潘和 Sam Peckinpah 新北京拍的電影分別是《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 和 The Wild Bunch， 劉寇子這兩個電影都是相當暴力的，有些場面，而他們同時也都運用了慢鏡頭去呈現這些血肉橫飛的場面，所以當時候是有人很快就稱他們為一些暴力美學，而這兩個導演也都在他後來的作品是有 follow 類似的處理的手法的，特別是 Sam Peckinpah 到死呢都是即是有用這個手法的。其實他當然說來話長，他的這個手段呢其實是他有要表達的一些的思想的，或者是一些主題的，所以叫暴力美學。但是在鄭寶瑞的電影裡面，起碼在字詞裡面，我看不到那個暴力他想我怎樣呢？他想我覺得 shocking， well 是 shocking 的，但那個 shocking 不是在於暴力的 shocking， 我覺得 shocking 就是說是殘淚的 shocking， 是無理由的殘淚，而他是
我找不到一個理由，為什麼他要強迫我們看一些這麼殘累的暴力的畫面呢？譬如舉例，特別是有一場大家都經常說的，就是戲裡面池田博之對這個樓下室的施暴的場面，我 time 過的，那場戲接近兩分半鐘。兩分半鐘在個 screening time 來說，作為一個暴力的場面是相當長的，是相當長的，因為兩分半鐘在觀眾 的觀影 的印象裡面，其實那個心理的時間是超過了兩分半鐘的。大部分都是 特寫鏡頭，當然它也有一些 wide shot 的，有個 top shot 的。那我就覺得為什麼呢？我看的時候，當然 我引起我很自然有些反感的，但是 after all 我都看過很多戲，即是很暴力的我都看過，比它更暴力的我都看過。Sam Peckinpah 有一套戲很精彩，也是經典的，就叫做 Straw Dogs 大丈夫，也有一場強姦的場面，但是絕對沒有兩分半鐘那麼長，是分幾鐘而已。咁我冇 time 過啦，我今次冇 check 過，應該係即係最多都係分零鐘嘅啫。我會補充翻下喺我 Facebook 裏面，我會事後即係唔記得咗做呢一個 research。但係嗰場戲咧，佢真係有一個目的俾我哋睇嘅。其實佢嗰場戲嘅目的咧，即係驚又説來話長，好簡單，就係佢其實係要有少少係叩問緊觀眾。到底他想問你怎樣看這件事，而戲裏面也都是很曖昧的，就是被強姦的女性到底她是否罪有應得，到底她是否在享受這個過程，還是說到底那是一個真正的施暴的過程，到底那個是否一個罪惡。其實她是探討這一連串的問題的那個曖昧性，但在至此裏面我看不到這個曖昧性，坦白說，我只是看到就是說，包括林家棟對樓下室的不斷的施暴，不斷的暴戾的行為，我是看到暴戾，我不是看到暴力，這個我覺得是要分別的。那這個也是我覺得那個爭議點大家 miss 了的。電影裡的暴力一點都不新鮮，坦白說比至此更加 graphic，更加 repulsive 的暴力呢，多到數不完。鄭寶瑞不是第一個，但是電影裡面呈現的暴力的暴戾呢就不是很多。而且呢，我都要問就是目的在哪裡。你不要告訴我這個是我的世界觀，可以，但是為什麼你要我接受，為什麼你要我看這個世界觀呢？你為什麼到最後你要用一個和解，用一個對不住，是去抵消這一個暴戾呢？我不會覺得因為林家棟在最後的關頭他臨死說一句對不住，就可以抵消他暴戾的個性，我不會原諒這個人。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正正是至此我對至此最大的反感。